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哇！我想把它绕过去好了。去死就让我自己死啊！还是尽量避战比较安全。有清野者，我刚刚在地图上看到了。啊，有有有！又是单独的，绕过。怎么会叠了一些可行者的箱子？怎么这么好啊？哪一只偷懒的可行者不想背，把它都通通都丢在这？等哦，清野者，他们分得有点开耶，路径是这样，绕过。萤火在河的对岸了。那就不特别跑过去了。Something up there？ 人类？怎么会有人类在这边闲逛？I see something.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这边闲逛的盗贼啊，土匪营都被我跟尼尔清光了，还来土匪？是我觉得我得下山才行，我一直在山上，我没有办法到另外一边去。我是要到另外一边去。
So much for being careful.好像碳纤维做的。 Never know when I might need these. Wow, this 上面好大一个区块都没有萤火。下一个是这边。 These will keep. <音>沿路都没有，要一路跑到这个城镇。这边有城镇，但是没有萤火。我的道具栏满不满？满的话，我去卖一下。90，好，卖一下好了。我们经过这边。 还蛮特别的，一条一条的山，一条一条的岩石在山上，有点像那个防崩塌的堆砌。有时候在山上也会看到，只是我们好像是用水泥。 我觉得这站的不太像它原本就长的。
长得太整齐了吧？哦，城镇在下面。Look out below. 城镇在下面。下面有人在打架。哦。土匪，糟糕！看我炸弹魔！好痛的人哦！我刚刚收集这么久的药草，就通通没了。该不会这个城镇里面是敌对吧？是啊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比较好叫哎、欸，它这样距离太远又叫不到。近一点又没有草丛。只能等他靠过来一点吧。有了有了。哎，来哦来哦，这边。为我而战吧。这边，这边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么远。好转身，炸弹，三颗，
搞牙口哨。这边没有入口吗？哦，它入口呀。灵活都跑出来了。它入口要从另外一边过去。渡河吧。看起来长颈兽也不是万能的，还是会有没有看到的区域。巴努克行者，这边是巴努克的地盘吗？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